他父母你知道那费多的劲，这你也知道。嗯，你站稳当了行不行？你晃有什么呀？我一想就开心，真的。有什么可开心的？感慨啊，感慨你的父亲们，想当初说、父亲们，这是别加门字。就是你父亲那会儿爱倚着门啊啊，干嘛非倚着门呢？着急没孩子呀啊！那会儿只要是你们家门口哦，无论谁家一死人，嗯，一到出殡哦，他母亲准到。他凑这热闹干嘛呀？现在没有了，列位啊，怎么长了知识啊？怎么着？这过去有一封建迷信。什么传说啊？这家一死人了啊，一出殡哦，这个孝子讲究打幡抱罐儿，是，而且要摔砖，摔砖，拿一盆儿啊，这一说起灵，这盆儿得扔了，啪，这得摔碎了，这盆儿得摔得粉粉碎。对，这盆儿没碎，说明今天这出殡不顺利。哦，有这么个讲，这盆儿怎么能摔碎？怎么能？地上要有一块砖。哦，地上搁块硬的砖，孝子拿这盆往这砖上啊，粉碎，粉碎，是旁边一定有人过来抢这块砖，抢这块砖干嘛呀？有这块砖，嗯，家里边天人进口生大胖小子。哦，有这么个说法。那会儿他父母没孩子啊，只要谁家出殡，他母亲就去抢这砖去。哦，图这吉利。早晨八点半出殡。嗯，凌晨三点半他母亲就来了。这我妈是抢砖去是偷砖去呀、啊、这是。偷的不管用。是那干嘛这么悄悄摸摸的呀？比孝子去的还早。尤其要冬天出殡、哦、嗯，都没人呢。是吧？就点小灯停着棺材、啊、哦，他母亲跟外边。嗯，这人是我妈掐死的吧？这是干嘛？等着。哦，知道吗？当时孝子拿着都来了、嗯、早晨起来哎摔吧一摔啊、哎你妈等着。有的时候孝子哎砖呢哎这就抢走了。逮他逮他、啊、好家伙没摔呢这还。他妈抱着砖啊跑。抢太当然了、啊、因为这个他母亲在家门口人缘不好。因为这个一到出殡了啊啊哪有别的老太太别的家想抢这砖呢。哦、好些人，你妈站头一排哦，这叫还助跑呢，啊，这一大帮老太太，嗯，行了，差不多了，怎么了？也该让别人抢一回了。好家伙，你算算，你们家这些年因为抢这砖，嗯，盖了三间北房。好家伙，我们家这不是想要孩子，这是想盖房，这是啊，这才有了这么一个大胖小子。哎，这都是抢砖抢来的，打小。嗯，说句良心的话，我们都搁在一块儿，嗯，也没有于老师吃的、喝的、穿的、带的，啊，好，嗨，这家里宠也谈不到好，一个是宠在，嗯，人家条件在这儿，有钱，怎么了这是？啊，我一想着我就想乐，有什么可乐的？他父亲啊，你们可能没见过哈，啊。他爸爸特别好玩。怎么好玩？我印象他爸爸带着我上华清池洗澡去。你别提这事儿了行不行、嗯、怎么还提这事儿？那不原来说的吗？你当真的说？马上跨年了，今年还没说呢。好家伙，一年一说。他爸爸这份儿啊，干什么事儿专心。怎么叫专心呢？他爸爸是个厨师啊。哦，厨子。我跟您说啊，这学厨师太棒了。怎么这个荒旱年饿不死手艺人，那他守着吃的呢吗？尤其厨师啊，什么年月厨师家里边也吃的特别好啊。对，反正这个不缺。他爸爸十二岁，嗯，进全聚德学，卷那全聚德都知道，那大馆子烤鸭，嗯，真正吃烤鸭有讲究，烤鸭怎么讲？一只烤鸭得片108片，哦，这叫丁香叶儿。嗯、哦，哎，脑袋切下来，尾巴切下来，单拿一个碟儿装好了。这一桌哪个客人最尊贵？嗯，放在人跟前让人家吃，这叫有头有尾。哦，那个薄饼搁在手里一攥，得是一团儿、嗯；一松手，得是一张。啊，能散开。一攥粘上了，这完了，不行了。能周桌，我不吃了，不在理儿。哎、嗯，甜面酱、葱丝儿，嗯，哎，5片鸭肉，
卷好了，这为一卷儿，啊，还讲究的时候，您吃了多少卷？我吃了几卷几卷。嗯，外行完了，您吃了多少？三只。哎，嚯，这不灵，这个这饭桶了，这是吃几卷儿。还有一种吃法呢，空心的马蹄烧饼。哦，捅开了，这个鸭子肉蘸酱油，酱油里边调蒜泥。嗯，一卷是这样吃。第三种吃法，调黄芥末，拿生菜、鸭肉这一蘸一卷。三种吃法真讲究，这是吃鸭子的规矩。嗯嗯，那个葱要用山东章丘的葱，章丘的好啊，那叫大梧桐。哦，葱白长，是为什么有了葱葱白长呢？嗯，土里埋着多。嗯，沟葱白长，哦，一根葱最长的能到两米，那么长，上边这个葱叶绿着，这叫葱绿。嗯，下边葱白，葱白葱绿当间那点劲叫葱库。呵，这个烤鸭用哪儿的葱，怎么切怎么弄，这是规矩，都有讲究。不是你这十块钱买一塑料袋打开撕开一烤鸭，买半斤饼夸夸一卷了，不，那不叫吃，那不没规矩，那不叫吃，这是规矩。他爸爸12岁进全聚德，先学包葱。哦，这小伙子没有一进门让你学烤鸭，门也没有啊。不能，那得糟践多少。先学包葱。嗯，他爸爸12包到22，学了10年包葱啊，熟练的掌握各种有关葱的技巧。那管什么呀？那个被评为国家一级葱师。我怎么听这名那么熟啊？嗯，获得法兰克福骑士奖。那就是他们歧视我爸爸。嗯，享受六必居特殊津贴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他用全聚德享受六必居津贴。哎，啊，这一红了。同行同业的就来挖墙角来了，挖一包葱的。你看，天津狗不理来了。狗不理干嘛？狗不理，那位说，是烤鸭用葱，这个包子也用葱吗？列位啊，您要在家包葱的时候，您可记住了啊。嗯，尤其是包子里边这个葱，我告诉您诀窍。怎么着？你老纳闷为什么我们家吃的包子跟饭店的包子味儿不一样呢？不好吃啊。就有一个地儿不一样。哪儿啊？你把葱剁碎了，跟肉是和在一块儿的。嗯，是专业包子铺那个葱是撒在肉馅上边，包的时候往里边皮里边剥了肉的时候再往里边搁这个葱。哦，葱跟肉馅搅在一块拌完了之后它就臭了，就烂了。对，它一定是撒在腹头。哦，随着包随着弄，你试一下，这样就跟外边包子铺是一个味儿。所以他这讲究讲究。哦，所以说他更需要有关葱方面的人。哦，你爸爸22是狗不理来了。挖墙角，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松狮啊。 啊松狮啊，改狗了是怎么着？我说听着耳熟呢，刚才有一个包松狮，葱狮吗？不是，有口音呐、啊，狗不理有口音呐、啊，哪儿就口音、啊？你们这井瓜缝了是不是？哎，这嗨，不是狗不理，天津的怎么叫？就要一个葱狮，葱狮啊啊，全聚德不放啊，就这还把着呢，培养了10年啊啊，你去吗？是。你爸爸呢？愿意去啊？嚯，走也行啊！不结账，怎么叫不结账呢？你在人家那儿干，人有规矩。当月不结账，够60年工龄结一回。这且干呢？这个，你爸爸一跺脚，怎么样？走，上狗不理发展去。那10年就白费了。哎呀，你还长能耐呢？你还法兰克福歧视你了呢？我就包10年葱，我长什么能耐了？哎，走。奔天津、啊、他爸爸就挪到天津狗不理，上那儿去了。到狗不理就不能先接触葱了，那是10年了啊。啊，人家专门有干这个的、哦、您来了您包蒜。我爸爸离不开佐料了是吗？你看吃包子得就蒜。哦，那葱就刚才白说了。哎，他爸爸开始22岁开始接触蒜。哦，有那个小伙计包蒜包的拿指甲 K 的蒜都烂了。是，你爸爸包蒜尽量是完整的。哦，当然也有包完之后K 掉一块，那怎么办呢？但是别人都扔，你爸爸不浪费。那只要是包坏了啊，他吃了就吃了。哦，大伙儿都挑大拇哥，不浪费。这一下你爸爸就干到35岁，又干10多年。到35岁，你父亲提出来要辞职。怎么要辞职？胃口受不了。对，主要反味儿，别人也受不了了、嗯、可能老吃生蒜受不了。那是，是不是啊？人说那走吧。 啊走就走吧。怎么着，我们这儿也
不能给您结账，您呢再交一个7000块钱。这7000块钱，你吃了太多的蒜了。好家伙，我爸爸吃10000来块钱的蒜啊啊！这个狗不理也不要了，没钱了。全聚德也不要他哦，但全聚德还是念旧情啊。什么叫念旧情？啊、你看你爸爸已经回来了，给你爸爸送了块匾，写的什么呀、啊？认识哦，就原来我们那儿那个葱师啊，没结账上全聚德了，是现在回来了啊，写的匾，写的葱师未结身先丧。葱师未结身先丧，包葱这师傅没结账 啊，差点没拿蒜辣死。哎，好嘛，对。但是你爸爸掌握一身的本事，就包葱包蒜有什么本事？煎炒烹炸焖刘熬炖全会，这偷学，拿眼一打就知道这菜怎么做的。呵，成为一个民间的烹饪大师，有手艺了。那是啊啊，那会儿我们住邻居，打小我认识他爸爸，老带我洗澡去上啊，就别提这洗澡了啊，学不学？啊，算我徒弟，教你烹饪，教你做饭。嚯、哦，我说包葱包蒜，我可不学。那是胃口不好啊，别提这个了、啊。老头乐了，嗯，教你一个独门绝技，独门的佛，这深奥佛。哎，怎么样？我不知道这个啊，佛，佛是菜，是厨师行业一个技术用语。哦，什么意思呢？你比如说，你爸爸给人家干活去了，啊、这家办喜事吧，对，请你爸爸当厨师。去了、嗯、一进门人准备了猪肉，准备了大块的，有100斤猪肉，就半扇多。你爸爸一刀下去啊，切成两块。嚯、哦、哎，这块呢比如100斤的话，切两块、嗯、一块1斤，一块99斤。我这叫两块吧，这个一斤，这个呢给本家就炖上了、啊、办喜事、哦、这99斤呢、嗯、拿家去了，这个叫佛。这就是偷东西啊，这个什么否啊，这个厨子不偷五谷不收，哪儿有这么句话呀？为什么他小的时候吃的也好啊，小脸蛋一掐一兜油呢？啊，都是他爸爸各处否来的。哦，一掐一兜猪油，感情是、啊、有时候他爸爸自个儿在家做饭也这样。怎么？哎，弄弄就否起来了。哎呀，这否哪儿去、啊、这否完一想，这是在家又拿出来。哎，好，白费劲了。告诉我，我带着你去否，这还用他带着？年幼无知啊！啊，我跟他爸爸也待了这么几年，也学了佛了。他属于是那种民间的烹饪大师，民间的婚丧嫁娶，哦，比如说这家死人了，嗯，你爸爸呢给人盯着这个厨房，哦，你母亲呢盯那块砖，啊、对，就别提那砖了。喜事儿，喜事儿也去啊。说相声有一叫高峰的，有啊，刚下去。哎，高峰他们家办喜事儿、啊，哦，那年高峰他父亲释放。我这叫喜事儿，啊！高峰他爸爸很好哦，姓高名雅，字三俗。到底高雅还是三俗啊？他这个都喊他高三叔，嗨，高三叔。他爸爸也是厨师，哦，也干这行的，单位食堂的厨师。嗯，遭人陷害，被捕入狱，这多大罪过啊！高峰他爸爸可疼人，其实现在说那根本就不叫事儿。怎么了？他是个单位食堂的厨子，那能偷什么呀？味精，你说这一捏能有多少？就说是呢，你颜面，你这就被捕了。两块冰糖，这真是陷害。再来一块，还吃？你说这有枪毙的罪过吗？就说是，对不对？就说是米，嗯，面，哦，蔬菜，还能肉，不值多少钱？蒸锅，哎，笼屉，桌椅板凳。电灯电扇啊，窗户门，嚯、哦，房上的瓦，哎呦，服务员啊啊，连服务员都偷啊，都给卖了，哎呦，单位领导打饭去，拿着盒饭站空地上哭啊。我记得咱们单位是有食堂的呀，这寡了都不多呀，这个，然后被人陷害，这不是陷害，这高峰他爸爸判了10年。那是单位让他爸爸陷害了，那关了10年呢，你值10年一释放、嗯、高峰6岁、啊、不对。啊，这账头不对了啊，他爸爸十年六岁，那管不了这么些个了 啊，反正你问高峰就啊，问高峰这事儿不主要，这个事儿不得庆祝一下吗？这事儿还庆祝，准备弄20桌，嚯，弄20桌大排宴，请人吃饭、嗯、把你爸爸请来了。好，哎，让你爸爸准备，哎，20桌，嗯，多少人，一桌10个人，200人吃饭，对，哎，你爸爸带着我
就接了这个活了。啊，就跑大棚这叫。哎，一进后厨，你爸爸乐了啊，办事儿猪。哦，你爸爸手起刀落，烫，把尾巴切下来了。那甭问呢，拿着尾巴，这是老高家二十桌的啊，对，二十桌就吃一猪尾巴呀。这半扇猪，啊，冲我一努嘴是，服。你先等会儿啊，你先等会儿啊，这半扇猪怎么服啊？我才十六啊，这半扇猪跟我一边高啊。是是是啊，嗯，我穿一大衣，把大衣脱了，嗯，你爸爸拿绳子把这半扇猪。给我捆到后背上，我都站不住啊！对，后边太沉了。啊、这个，你爸爸告诉我，先跟墙那儿站着，先倚点墙，靠着墙，哎，倚着墙。嗯，哎，你爸爸看，嗯，桌子上还有牛肉呢，哦，还有羊肉呢。是，你爸爸看，嗯，羊肉膻气，客人准不爱吃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牛肉丝儿粗，嗯，省着剔牙。哦，否。反正怎么着也得缝。哎、嗯，羊肉扎一眼儿，穿绳子。哦，牛的扎一眼儿，穿绳子，把我脖子上一挂。哎，这就配重了，这我就站好了。那是，不用靠墙了，可稳当了。啊，可稳当了啊！嗯、你走啊。嘿，嘿嘿，一回头，这儿有一口袋天津小站稻米。米小栈道那是好米，蒸得了清亮，不用旧菜，是是是，黄河水浇灌的，很少见，嗯嗯嗯，产量太低了。哦，你爸爸看看，好米，他馋了，服。他说的轻声，这怎么服？让我把裤子解开。啊，这米往我这裤腿里边一倒，哦，底下把裤腿系上，呵呵，站得可瓷实啊，这腿没问题啊，这样 啊，这个动不了了。哦。这都紧上了，再一回头这边啊，嗯，黄花啊，木耳啊，小虾米啊，哦，你爸爸乐了，走，撒了狠了，这是装这裤子里边啊，系好了，哦，哎，嗯、一瞧这儿啊、嗯，有刚炼好的猪油，猪油，猪油炼得的，而且呢、哎，还没有完全拧上，哦，那儿有一盆猪肠子。下水，嗯，爸爸乐了，嗯，走，我爸爸比高峰他爸爸厉害呀，拿个漏斗搁在肠子这儿、啊，端那盆油，墩墩墩墩墩墩墩，嗯，倒里边，两边一系扣，嗯，肠，你爸爸把这肠子给我系在腰里边，呵，系好了啊、嗯，还看，哎，嗯，这盆里边一盆粉丝，发好了的，都泡得了，嗯。怎么样？佛，哎，对，准知道得佛。你爸爸想的有道理。怎么呢？如果不佛这个粉丝，那个猪肉就白佛了。嗨，哦，这整个一个菜一个菜的佛啊，这搭配。好家伙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但这不好弄啊。这是怎么呢？装啊？端起盆来，把水逼出去啊。粉丝拿出来，好家伙，嗯、这么长哦，给我围在脖子上，绕脖子上看见了。外边搭上围脖啊。嘿，拿围脖罩上。对，嗯，再一回头，这边还一盆，还什么呀？泡的团粉，水淀粉，水淀粉，这怎么办？爸爸乐了，嗯，佛，对，我准知道是要佛啊！把水倒出去，水淀粉搁在手里拍，拍瘪了，拍的跟小帽子似的，瓷实了，就顶脑子上啊！外边再扣上棉帽子，就看不见了，看不出来。好，哎，嗯，把大衣给我穿上。挡上点来的时候大衣特别肥哦，这回勉强系扣，好、哎、紧的。但是有一个问题 啊，走不动啊。那是好几百斤搁身上呢，你再想这样走门也没有啊，你就别蹦了。你爸爸太聪明了，怎么办？给我一根牙签儿，牙签儿干嘛？让我掏着耳朵往外走。嘿，好家伙。太有相了，您这个慢慢往外蹭，哎，省得别人碰 谁也看不出毛病来呀、啊。是是是，走到院里边，你爸爸跟着我，哦，得护送我呀，得出门啊，我得先出去，我只要走了，这事就没事了。对对对，哎，嗯，你爸爸呀，走道横着走，哦，蹬一脚，嗯，旁边立一把铁锨，哦，大铁锹，就干活的，他给踢躺下了，嗯，过去冲我一努嘴，嗯，扶起来，什么您呢？他说的是把铁锨扶起来，哦。
我听错了。您以为呢？让我浮起来啊！连铁锹也浮起来呀！这本身就晃悠着呢，这怎么弄啊？对，得想主意啊。第一，我毛不下腰去啊。对，弯不了身啊。第二，捡起来怎么拿走呢？藏哪儿啊？这铁锹加上把比我还高呢。是啊。哦，可能你爸爸是要这铁锹这头，要那金属。我再拿脚勾着，啊，勾起来接住了，啊，骨头吧，啊，正骨头铁锹头呢。啊，高峰他爸爸来了，又撞上了。春风得意精神爽，刚出来，刚刚释放，那个状态，啊，呵，是。这还没放出来呢，这是。这还汤着料呢，这个已经习惯了十年嘛。好家伙，哎呀，这点东西偷的，照顾这些客人，谢谢各位。哎呦呵，谢各位。行了行了，一回头瞧见我了啊啊，我也愣了哦，赶紧往外蹭。是，赶紧出去吧。他爸爸，哎，对，这个也是刚放出来的吧？喂，嗨，就别胡琢磨了你啊。这孩子怎么比来时胖了呢？啊。你爸爸赶紧过来解释打掩护，哦，老高，啊，给你道喜啊。是，别给我道喜了，哦，我那预备了20桌的东西。是啊，怎么后厨空了呢？哎，嗯，没了。来来来来，咱上屋里来，咱对对来，结结账。没事，哦，你头走，我跟你去啊。是是，让这孩子先回家，这孩子不舒服，让你先走。别去别去，一块儿过来，一块儿过来。嗯，一说一块儿过来，我心都到嗓子眼了。那是啊，我身上满汗全席啊，啊，全在呢，是吧？高峰他爸爸坏，那是一把就拉着我了，过来过来过来，嗯，一蹬蹬我这儿，哦，啪一下一使劲，嗯，我往后蹬，他往前来，啊，大肠就折了。是啊，就这点猪油顺着腿全下去，嗯，要了亲命了。嗯，一紧张啊就出汗，哦，何况戴一棉帽子，嗯，这点团粉下来了，好家伙，流得满脸都是。哎呀，还是你爸爸聪明。怎么，老高，你让这孩子走，啊，这孩子病得够重啊。什么病啊？脑浆子出来了。我去你的吧。过了12点了吧，啊，新年快乐。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好啊。哎呀，嗯，新年新气象，嗯，又是一年啊。对，刚才说的这个呢，你们一听一乐。是，生活中怎么可能这个样子？哎，它就是有一个90%的东西，然后我们90呢，啊，没有那么多啊，没有那么多啊，嗯。今天来这儿演出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。是啊，这个有的您熟悉，有的您不熟悉，把他们叫上来，嗯，咱们玩会儿啊。好，来，咱们依次介绍一下啊。嗯。打那边开始，头一个高峰高老板，他父亲啊释放10年，他6岁，别提这个。旁边这是我的爱徒啊，栾云平，这也是我干儿子，也是我徒弟啊，那个京剧神童陶云盛，陶阳，这是我徒孙的啊，于小怀，哎，这是我徒弟啊。跟我儿子是一样的，烧饼。嗯，我徒弟啊，曹鹤阳，小黑，张九龄，哎，也是我徒弟，我外甥王九龙。嗯，我大儿子郭麒麟，我徒弟严鹤祥。嗯，现在到了于老师唱歌的时候了。哎呀，措手不及，那是啊。怎么样，于老师唱歌唱得特别好啊。别去了，那个今儿过了，过年了嘛，是吧？这样，嗯，咱让他们别人先来，好不好？今天来的孩子们，咱们这不，这来的来来，陶阳，陶阳过来过来，陶阳来来，儿子，陶阳唱戏唱得好啊，这个来两句吧，过年了，热热闹闹的，好吗？行啊，还有什么呀？您有想听的吗？有吗？党亮啊，哦哦，康茂才党陈友亮啊。党亮，这是我师父编的。嗯，后边有一段京剧流水，西皮流水啊，是吧？好，嗯，大林也会唱。我要拖活的，快来！这老让我跟你唱，来一块儿唱啊！当点，别来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嗯。
行，我先起个头吗？好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把你师傅救他。我是怕我师傅忘了，我给我师傅提个醒。咱们就开始唱吧。可以开始唱。你唱吧，我词儿都起头吧。我先起头啊。悔不该，辕门来发笑。悔不该，咱不一块儿唱吗？你干嘛呢你？一块儿唱啊，不然呢？不是一人一句吗？别一人一句，一块儿唱。来来啊！悔不该，辕门来发笑。悔不该，玉泽把香儿烧。关公犯罪，刘备儿报。豪杰犯罪，怎能够饶？小小灰儿影，速去报。就是老爷放了骨胶，七星剑。把头削，一腔热血燃正了跑，好汉英雄辜负了，汗马功劳一旦抛，江东桥前恩重义好，留下了美名在万古飘。好，曹鹤阳，快来，曹鹤阳唱的可好来着啊！都跑我这儿。好啊，曹鹤阳唱的好、啊。哎，我一个捧哏演员，我不行。你看，你于老师捧哏演员还唱那么好呢啊！我们一起学猫叫。哎呀！我们都行，我们都可以来。这该干嘛干嘛去啊！于老师到您啦！还是没跑了，除了这个学猫叫，您都可以唱了啊！别介，那个咱还是唱点老歌吧，好吗？啊。你们这得，刚四节的时候，于老师在这就唱了一回学猫叫，到了后台，孩子们都管这叫老骚猫啊。咱那去，于老师就起誓了，说再也不唱这个。这个我这个确实是这么大岁数，人那学猫叫小孩唱的，那次是挤得的实在没辙了，唱几句。这个我这年龄唱的实在不好听，咱们还是唱几首老歌吧，好吗？那个，这个，大约在冬季，大约在冬季，那是郭老师的。行了，我因为这个跟唱歌的都不来往了。嗯，好吧，那咱们就唱《一无所有》，唱几句，好吗？新歌啊，新歌。哎，对。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，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谢谢，献丑。高老板，快来，来玩会儿来，快来，来。怎么还有我的事呢？来，这是谁的？哎，王九，这张九龄的吧？高老板的板儿唱的是特别好的。哎，您点吧，随便吧，来吧，什么都会。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！我给大伙儿唱段快板书。太好了。你们要听什么呀？哎，同仁堂啊，同仁堂太累了是吧？没，两只羊啊，没事，随便。要听、啊、听长的，听短的呀？长的呀啊！哎，完了啊，完了，来吧。华蓥山，巍峨耸立，万丈多。嘉陵江水滚滚的东流向开锅，赤日炎炎，普照大地如烈火，路上的行人挥汗如雨烧心窝。可这突然间怒云翻滚，风雷吼，哗，一阵暴雨似过瓢泼。哎，霎时间，哎，雨过天晴，消了热。你倒拦着我点儿。问这个拔根儿是什么？马上就到了。是您唱的，这是李派。对，哎，劫行车。这个王派您能唱吗？呵，好极了。来啊！哎，您注意听着。小寡妇上坟，来。还是这套。21岁的小寡妇，
绍兴没神儿，思想起了奴家好命苦，我这过了门的范白裙儿死了那个当家人儿。过了门子92天，他没骂过奴一句儿，难为他耐性子儿啊，是一个好脾气。昨夜晚做了个梦，他来要铜子儿，我一想今儿3天了，也得去圆坟，大过年的唱这玩意儿干嘛呢？师傅他就会三段，还会一个山西快板，对不对？不能吧，我不唱那玩意儿啊。谢谢大家，谢 谢高老板，谢谢谢谢啊。高老板这板子是现在算是天下第一了啊，您往当劲儿，咱别怕，没事。我怕什么呀？来吧，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啊。今天晚上呢，这个德云社在5个地儿同时有这个跨年演出。是的啊，咱们是在北京，哎啊，孟鹤堂他们是在天津，是，张云雷是在青岛，对啊，这个张鹤伦在哪儿来着？福州，厦门，在厦门，厦门，嗯，还有谁来着？啊，岳云鹏在重庆是吧？嗯，挺好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哎，也是各位您这么捧，这么支持。嗯，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是，谢谢各位了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来吧，往前站，咱们唱个大西厢啊，来，我带你们一块啊。次日清晨辞别老高命啊，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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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办案人等我上了伯龙马呀，哎哎哎哎哎呀，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，走过三五里杏花营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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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桃花殿前出美酒啊，哎哎哎哎哎哎，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花美酒美留也留不住啊，听坐定了崔莺莺啊，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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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，哎哎哎哎哎哎哎，愿诸位阖家欢乐福寿康宁啊，哎哎哎哎哎哎哎。